东海之滨，滴水湖畔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教室，拂过钟楼，月河的水开始荡漾，两岸花红柳绿，树木青青，标准化运动场上，运动健儿英姿飒爽，悠悠青草地，我们激扬文字，拥抱希望，月河上碧水微蓝，我们龙舟竞渡，中流击水，抬望窗外，几只鹭鸟振翅飞上蓝天。大家都说大学之美在于青春，在于梦想，校园里到处洋溢着青春梦想的律动，攀岩社、书画社、艺术体操社，同龄人创建出一个又一个的社团，尽情施展青春才华，放飞青春梦想。大家也说青春之美在于读书，同学们爱读书，渴望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大家也喜欢在文化小品前驻足，在随处可见的书法作品前流连，因为它蕴含的人生哲理引导青年学子稳步前行。实验室里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三五个同学一起动手创新实践，课堂上板书飞舞， PPT 分成，观点在这里碰撞，思想在这里激荡，学术讲堂中与各种肤色的学术偶像交流，我们跟随大师的脚步思考。当然，我们的校园里也从不缺诗意，通识课的大舞台，人文、自然、历史、诗歌，文艺范儿就是这个 feel。德泰学院，中德智能制造学院，学校又一次腾飞的希望。在这里，从大一到大四，每位学生都有学业导师的全程指导。在这里，小班化教学，双证融通，国际化培养。全国挑战杯金奖、全国大学生小平科技团队等荣誉和奖项。智慧与创新不只是口号，校企联合培养，就业率连续24年保持在95%以上。特色鲜明、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不只是梦想。今天的奠基，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，未来的奠基将成就更多李斌式的大国工匠。